我们有。跟实境节目怎么放在一起？这个节目已经讲过了，就今天还放在摇晃哦，我觉得。我好喜欢这种讲不听的感觉。我们大概一掷千金都没有入围主持人啊。对啊。意志跟实境为什么摆在一起？我觉得等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吧，我也不晓得。你有没有想要跟他们喊话一下，说赶快？喊话？这什么好喊话的？他能够延续两年都这样子，一定有他的原因吧？不知道，因为去年就已经很多人在争议了，是。争议到后来让我觉得，哎，对哦，好像对，为什么在一块啊？然后结果大家没得，我得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然后我是实境节目，我想这算实境节目，算吧，实境节目。那我，不好意思了，所以我现在去年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哦，对，都是实境节目，然后益智节目得奖，这为什么放在一块我也不知道。都今年没有办个益智入围了，益智的主持人入围。所以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因为明年评审委员都不一样嘛，能指望什么？不一定。